夫人，是我。啊，我怎么会？不对，你怎么会躺在我旁边？这句话应该是我来问夫人吧。嗯，不是你让我上来的吗？一定是梦游，一定是梦游。七爷，林州政府派人前来传话，让你同王妃一同去赴宴。鸿门宴。知道了，你先去通知灾民，之后咱们就按计划行事，去准备吧。嘿。七殿下，请用膳。殿下，您有所不知啊，如今这林州受灾严重，这已经是最好的饭菜了。林州的百姓是饭都吃不上啊，我真是愧对百姓啊。岳振甫说的对啊，那今日这顿饭本王也就不吃了。来风。是。开门，开饭了。杀干刁民。岳安阳。下官在。请。好久没有吃这么好吃的饭了。我能再吃一碗吗？有。广告，谢谢谢谢广告，谢谢。大家慢慢吃，不着急，明日还有。我谢谢王妃，谢谢王妃，我谢谢殿下，谢谢王妃。这还像个样子。今日就多谢岳振甫的热情款待了。殿下能和小人一同用膳，是小人三生有幸啊。啊，对了，昨日王妃似乎对你安排的住处不太满意，今天换一间吧。啊，没问题没问题，我现在马上安排人再收拾一间房出来。那倒也不必，我们相中了一间房间，自己去就好。啊，就是里屋最破的那一间。哎，等等，岳振甫这么紧张，莫不是那间屋子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？殿下说笑了，这怎么可能呢？岳安阳，下官在。你的所作所为，本王皆已知晓。念你早年确实对林州做过一些贡献，如实交代赈灾银两以及所有参与者，本王可以给你一个活命的机会。殿下所言何意？下官实在不知，望殿下明示。不见棺材不掉泪。来风，来福。在在。带他去后院。是。走，进来。来。走。起。进去。人呢？人呢？人不见了。七殿下，林州早已无余粮了，
就怕百姓知道以后会发动暴乱呢、啊，所以我就用这些沙土来充当余粮充足的景象。林州的百姓官员都翘首以盼您的到来呀。岳安阳还真是令本王刮目相看，本王定会寻得一法解决林州之困。还不起本府的银两，才被关这儿的。他七皇子怎么了？七皇子还不讲王法了？啊！大人说的是，大人说的是。还嫌臭吗？萧瑟声休，我。